一直有网友说我家是养猪的，我承认他们俩是有点微胖，所以这次准备为他们开启为期一周的游泳减肥计划。哦，漂亮，你把手放掉我看看，18.66。这个选手的重量之前2号选手好可爱。好，可以。你们猜他们一周后能瘦多少？ Later。 哦哦，在金戈里，天南地北不放弃，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。这没瘦吗？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游泳成效。在动。狗狗减肥也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。